小心哦，这里有一个水利沟，水比较深一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刚好就是农场隔离带的边缘。目前看得到这边呢，有5个连续性的皮塘。那这些皮塘我们考证过，大概是清朝就有了，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那维持的原始的原貌。 像一般有机农场啊，它就是很怕虫，因为虫就会造成农作物的损害，然后它不好去耕作这样。那我们农场蛮特别，就是它有很好的隔离带跟隔离区，然后把那个有机的种子的区隔。所以像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毛毛虫，我们也都会去保留它。然后这里重点就是没有喷农药，所以很多蝴蝶的幼虫都可以在这边顺利的。 转那个变成成虫这样，所以一个农场除了生产生活生态以外，我觉得现在一直在讲一个新的东西，就是生命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一个农场里面它是必须要有很丰富的生命在里面，让赋予它不同的任务这样，这个这也是我说真的也是台塑企业才有办法这样子做的，把这么大片的一个土地，然后让它以自然演替的方式去这样子涵养。 每次我看到这种，你看到这个地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感动，它很有生命力，你看，也因为这个好的生态，让我们有信心再往下去走，说我们怎么去呼吁。 更多的原生物种，这是我们由这个森林来做出发。我们知道那个桃园是皮塘之乡，那杨梅的皮塘的数量呢，又是全桃园最多的。但是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皮塘破坏速度又非常的快。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一些事物，我们下一代看不到。 前面穿孔，累死他！太长了，只会死掉。听老师的动作，一二一二，一左脚，二右脚，这样好不好？一，二，一，二，哎。 我们之所以要踩踏这个泥土的话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粗颗粒跟细的颗粒可以分层，这样的话呢水就比较不会漏水。过去农业社会我们养很多牛嘛，所以以前我们在做皮塘的时候，都会请那个牛来帮我们做踩踏的动作。但是那个现在是，这时代已经没有牛了，所以我们就自己来踩踏。我觉得很凉啊，非常的凉快。 你看这位同学的，哈哈哈哈哈，可以不用进水啊？对啊，有啊，它破洞了。那个要不水深？小心了哈，就是顺着这个弧度，然后你排的时候注意，就是不要一直排过去，不然你会找不到石头，你就照这个，让它撸，对对对对，这样撸出来你就知道方向了，这样 OK 吗？
同学，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里面以后会有一些养鱼，啊、哦，然后我们怕那个太多的树枝卡到这个管子，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好像过滤的功能的东西这样。那个越大的石头，让它做底部，做底层，对，让它做底。然后你注意弧度，让它有个弧度。我们这个本来是一个玉米田的末端这里，那现在挖了一个水池，希望能够营造。水生植物，那这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天然的水菌，好，然后我们终点的部分设了一个水池，那这里面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就是，原本我们现在都市人比较看不到的原始的那种水稻田旁边那种土的水沟的状况这样子。啊，这个是台湾原生的黄花荇菜了哈，最开始的原生地也是在杨梅。哦啊，这个是我们的繁殖的小苗，今天把它移植在这个好像有一点像溪流的一种小湿地里面来复育，哦，来那个复育它。在沟边的植物的部分，由我们阳明高中的学生他们现在在种，例如说，这个叫做菲律宾古晶晶啊，大叶古晶晶啊，还有填充的部分，哦，那这是比较属于在水沟边的。那为什么现在要排这个石头？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水域比较静止的水域，然后我们会来复育那个清江鱼啊，或者是牛屎蓟的部分。那最下面的话，因为桃园地区就是以屏风草最代表性，所以我们希望把这边已经消失的屏风草找回来。那今天同学那个大家来帮忙哈，下次你们来看的时候，你们要觉得很骄傲，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筑起来了，然后让清江鱼或牛屎蓟能够在这边长大。哦，对，所以你们今天要觉得很高兴，就是我们要帮你们牛屎蓟的做一个家，希望能够呢把原生在这边的水生植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皮塘营造，把它营造起来。皮塘全部消失的话，我们之后就再也看不到台湾所谓的原生种。就像我们现在每次看到什么景观植物啊，甚至那些很漂亮的花盆，那基本上都不是台湾的。我现在台湾已经越来越少见到我们原生最漂亮的植物，所以我们从这一代就开始做起保育的责任。我们就来这农场在做复育，让大家之后能看到我们原生最完美的生态。从一个平台出来这样子，让它产生一个。好像土的湿地一样 ，OK， 没问题。好，这样子。啊，这个也是老师的，这些都是老师的。哎呦，不能给他弄死。往前面走，那再种那边，往那边走。要够深。对，其实很累，但是你只要有这个热忱，你可以做得很开心。像我接下来我就不怕弄脏，我觉得蛮好玩的，可以认识更多生态，然后为环境尽一份心力。他们这些水草可以说就是我们皮塘的代表。假如这些水草都没有了。那我们这一代跟皮塘的连结也就断掉了。哎呀，史尼斯小巴都在这里，糟糕！哎呀，他去咬他了。所以我们这边史尼斯小巴算还 OK 哎，他有活，所以这边外来种要把它，你看那么多，都是，哦，这是我们护育的史尼斯小巴。哎呀，你看他被鳌虾抓到了，受伤了。好恐怖哦！这鳌虾的力量太大了，这些鱼根本受不了。哇，这一只被鳌虾咬到了，流血了。史尼斯小巴它很喜欢钻这种网子，所以一进去一放下去，它都跟着来。哇，
现在第二池鳌虾最多了。那水生植物真的很怕鳌虾啊，它的习性就是很喜欢把那个水生植物把它剪断啊，所以有鳌虾的地方，大概原生的植物就很难生活。一开始在护育的时候，我们本来想的也很单纯，以为就是说有水啦，有池子就可以了，所以一开始就种在我们的原生的皮塘里面，发现种下去了，全部都被鳌虾吃光了。后来我们找到了石门的水梯田，好，那跟在地的石门石中合作，好，把我们这边的原生物种鱼啦，还有植物呢，护育到水梯田。在杨梅这边的皮塘的水生植物很多都已经濒危了，那鱼类也濒危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动物植物先暂时把水梯田这里当作中继站，然后把这些动物植物呢先护育起来，等到这边长得很好，然后我们又在杨梅那边把栖地布置好，我们再把这边的鱼还有这边的水生植物再把它重新护育到我们杨梅。我觉得我很感谢阳明高中贺老师啊，哦，他对于这个土地的感情是真的是蛮深厚的，对。那所以跟他们在一起，在这个营造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把植物种下去而已，那他负担着很多的使命感在里面，哦，他希望说让在地的人重新去了解，原来我们在地有这些东西。再来就是很多小朋友，他们可能在书本上看的东西，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再重新教育的环境。那我们希望能够很多即将消失的物种重新在这边出现，再把它找回来我们这里。这个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工作，对。那也很感谢很多伙伴一起来跟我们努力做这一块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非常多的感受在里面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台塑企业或者是我们阳明农场一直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我们农场自己的好而已，希望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影响更多人，然后从这个水池重新出发。Thank you.